我是印毛士，今天我们要来做那个颈挂式 GoPro 颈挂式支架，这边买来就要试看看，它装在机车上面，因为装在机车上面的支架，有的时候拍摄取景角就装在右边啊，装在左边的话，它会拍起来会有时候风景在右边，有时候在左边，那我觉得装在安全帽上面又很像天线宝宝，怪怪的，所以就想说买一个这个来拍看看，但是拍起来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啊，但是之前有拍那个煮菜啦，还是修理东西是很好用，拍摄角度刚好，但是如果装在背在身上骑摩托车的话，拍起来不晓得效果会怎么样，那我们等一下就骑着R3，那我们出去拍一下，把它拍出来看看它会怎么样。拍起来我觉得角度都还不错，前方几乎都看得很清楚，那个也不会到处乱，可能是在 GoPro 还不错，就 GoPro 7 Black 它的那个整个处理的过程非常好，所以我这样骑起来觉得我挂在身上有到处晃，有晃来晃去也有震动，但是现在看拍起来都还不会哦。啊，这个角度虽然是在胸前，但是就感觉有像挂在下巴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的是1/4罩的安全帽，所以我不是全罩式，你要全罩式挂在下巴那边拍是不错，但是我1/4的没办法挂在下巴，只能戴在头顶上，那头顶上我还没试，因为看起来那个没有拍到摩托车又晃头晃脑，头又左看右看，他们挂在胸前的话，因为有时候会左看右看，比较不会跟着甩，跟着看左边看右边。再来是讲说，他本身的话，他在录影，那你挂在胸前，他我们人的震动，我们自己会去防，就是本身身体上的那个防止摇晃，所以才会晃得更大力。
整体来讲，这样挂在胸前去拍摄起来觉得还不错，也蛮方便，要拿马上就拿下来，是挂在胸前没那么看，但是既方便的，我是觉得有时候要出门也是这样，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就是蛮方便的。Thank you.